鸡肉串，三哥鸡排鸡肉串。我不是很喜欢，我原本以为是鸡腿肉。招牌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好是好，现在越咬越好，越咬越好。小姐第一名，心中的第一名。好吃。我觉得不错啊，不错啊。又喊音乐好像。这个女的疯了。黑哥达人，我吃完这些，晚上小声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澎湖海丰市区的华珍红黄金酥，服务超赞。拜拜。Bye bye。新的样子，值得吗？40分钟，值得。
们进来之后呢，就会看到很多，应该是以前都是养一些羊啊、猪啊。这边好像有一只猪，住在这边还好吗？手里，然后就给他提醒去，佛系取货区。